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Rainbow 啊。今天呢，我们来测试一下 Eliezer 的这个弦，红铜跟黄铜听起来有什么差别？我会互换，好吧？现在装的是黄铜的，然后这是红铜的。在好。换之前呢，我要先跟大家讲个笑话嘛。好，笑话开始。有一天，小明跟小华去海边比赛讲笑话，结果他们就死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海啸了，哼，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换。
相信大家戴耳机仔细听过之后，应该可以听出黄铜跟红铜明显的差别啊。如果你想要选择温暖一点的银色的话，当然就是选择现在的这样的红铜。啊，如果你想要比较亮一点的银色，就是比较可以凸显单音的部分，你就可以选择黄铜啦。对，就是依照个人的喜好。其实我个人呢，是比较偏向黄铜啊，但是因为黄铜声音听久了，也想要试试看红铜的声音比较饱满啊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追踪我的频道、加分享，拜拜。